Hello，我是阿金，欢迎回来观看《沉默之秋》（Homecoming 归乡）的游戏影片。奇怪，我忘记上次要说到什么了。啊，对了，我不是要说这个，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是归乡的游戏开始画面，读取画面哦。他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是我们好像是玩哪一块 RPG， 他有用到他的开头画面的音乐。我刚刚一直在那边听，一下想不起来，好像是救个命是不是？我应该往哪里走？没，该死了，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已经锁，这里基本上什么声音？我听观众说，我用走的，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呢？是可以避免很多怪物吗？好多恶心的尸体，这个游戏中的尸体超恶心的，我不是开玩笑的。那什么，超级大蟑螂，这主角完全没发现吗？这蟑螂声音超大声的啊！完蛋，我这个耳聋的军人，啊！很小，好恶心啊！怎么办呢？我可以踩他们吗？哎、欸，可以啊！咬三小，不要咬我啦！我怎么摆脱他？有一个蟑螂在我脸上，我要怎么摆脱他啦？放开我！哦，按空白键就可以摆脱他。好湿的，我被蟑螂咬到剩这一滴血，这样玩屁哦、喔！这是有点没有人告诉我要按空白键去摆脱脸上的蟑螂啊！我刚刚一直狂按攻击键，完全就是没有反应，搞什么鬼啊？一个蟑螂可以把我咬到快死，没有路啊？这里吗？强烈的高温从洞口喷出来。没有路，我是不是又漏掉了什么可以攻击的地方啊？这里可以推吗？上帝啊，这里发生了什么？到处有死人啊！啊靠，这里还有路，奇怪，我常常会漏掉门的。啊？什么？有些字我看不太到了。什么？补血？我刚刚已经用掉了我的大补了。好像有什么提示，我刚一下没看到，不管了。等一下，而且主角开门一定什么声音啊？怎么突然有一种战斗气息的音乐？主角开门一定要用撞的吗？路被堵住出不去，他不能好好的开一下这样？你看为什么一定要用撞的？谁可以告诉我？不要哦，那条路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等一下，我先不要去那边。什么？拿取什么？兔子照片，约书亚的兔子玩偶放在他的背包旁，这什么意思啊？上面写什么？我看一下。Rabbit keep the daddy man away。他说兔子能够让他远离老爸，什么意思、啊？我已经绕过来了嘛。这每一间房间，我是不是都要搜索看看？只有这里可以走，对不对？前面应该会有更恐怖的怪物吧？什么？堵住了，过不去。游戏画面这个是特效，对不对？游戏的画面特效，它就是有种老旧的旧照片的感觉。说真的，这个蛮碍眼的。跳下，不要吧！下面有护士。两只、三只，哇，这么多只！我要跳下去吗？我可以看一下路在哪里吗？再下去吗？哦，前面有个可以割开的路，可以割开的门，那个算是牙齿、嘴巴吧。有铁管的，我可以捡吗？赶快离开这里！
哎哎哎哎哎，我没有发出声音，我也没有亮光，你不要追着我来好不好？没有东西。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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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打三只护士，我可能会撩血，撩得很严重。偷看一下这个尸体是怎样，这个尸体只剩下半个身体，太小啦，无法通过。被什么锁锁住了吗？锁，这里有钥匙吗？应该不用吧，我先。而且我在割门的时候，好险护士不会从后面来攻击我。如果护士会在我割门的时候干我，哇，那是这个游戏实在太困难了。他们不会过来对吧？所以我不用理他们了。是什么？又是兔子的图画吗？我收集这个图画的意义是什么？这应该可以稍微用跑。好吵哦，这个蒸汽。这个链子可以打开吗？等一下。哎，这是刚刚那个尸体的另外一半，对不对？在干嘛？在楼下另外一半尸体，我想知道是谁把他放那边啊？这个医生就是当初把我推进来这个鬼地方的医生嘛。而且他手上有钥匙，我知道了。捡起来吧。手术室钥匙。这一把钥匙应该就是通过刚刚那个锁着的门，对不对？这里下不去了。我在刚刚那边看到下面是不是就是护士的地方？这只是一个两层的楼层而已。关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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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灯 ！Fuck you！ 等一下，先跑远，然后再静音，再走路。护士又找不到我了。他们还是会循着我的位置来，是因为我走路的时候还是会有打很慢很。等一下，那些护士怎么都不过来啊？引他们过来一下。咯咯咯咯咯。赶快冲去开门！我还要使用物品栏。Fuck！ 快点吧！哎，天哪，我手上的钥匙，我还要打开物品栏，然后再打开门，这是哪一个世纪的游戏方式啊？喂，他们不会过来吧？关门，关门，门会自动关起来，超赞的。这什么？我不能捡啊！我不能捡啊！地上的什么？没有用的废纸而已吗？观察，对于癫痫发作病人使用电极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多数狂暴症和压抑症、忧郁症病人能使其完全顺从，副作用会造成记忆丢失、骨骼脱臼、腿部骨折、一名病人咬掉自己舌头。这个叫仅有的副作用，这副作用也太可怕了吧！根本就。快死的样子啊！受重伤了、啊。这个意外对于这位特殊病人是最讨厌病人来说算是不错副作用。命令医生继续使用这个强度的等级的强度输入治疗。他们是在说治疗谁啊？从一开始到现在，难不成是治疗我吗？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病患，所以说怎样？这整个都是我在做梦吗？这开门的位置很鸡歪啊！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明明走到了，可是开不太开，点不到那个开门的点。Is that you？ 这个家伙就是约书亚，对不对 ？Busy， go away。我超忙的，你滚开！我在画画。I want my toy。什么玩具啊？哎，可以选项哎。你害怕吗？我觉得我选说你害怕吗是很废话的选项啊。在这么多怪物的地方，他会在这边的话，事情一定不寻常啊。你害怕吗？不要，我不要选这个智障选项。我要问他，你怎么来这里的？好吧。How did you get here? Someone brought me here. 他们告诉我兔子在这。They told me Robbie was here. They lied. 兔子是什么小啊？我不认为我能帮你。那我到底是跟他说话是要干嘛啦？是怎样跟他随便聊天一下，解一下郁闷，解一下烦闷这样子而已吗？我想帮你，我不认为我能帮你。我选这个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说真的，我不认为我能帮你。Sorry.I don't have any toys. Oh. Fine, Rob. I want my toy back. 他要他的兔子。I want my toy back. 他一直都在画兔子。Hey, where's the last place you saw it? 他有点不爽了。
房间。Okay, I'll go see if I can find him. 打开，开不了，一定开不了。我到现在只有一把小刀而已。我是从哪里进来的？这里对吧？我现在去约书亚的房间找他的兔子喽。我要怎么看我的地图啊？这是我的刀子。我怎么看我地图啊 ？Fuck！ 我要怎么看我的地图啊？这什么？兔子一家。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地图。Table， 哦 ，Table，Fuck you，Table。这地图怎么那么大？怎么有两张了？当前任务，寻找约书亚的玩具。我在哪里啊？等一下我看一下。Joshua， 这里啊，蓝色箭头是我嘛？这里嘛。然后没有任何标示兔子的地方啊。约书亚的房间，他没有写说约书亚房间在哪里啊。这个303这个是记录的标识，对不对？不管了，我只能走了。应该是一本道吧，这个游戏。记录哦，我这刚想完记录点，马上就看到记录点了。哦，啊，靠腰啊！这个奇妙的符号不是记录点啊，这个应该是我的任务地点。约书亚玩具应该在那边，记录一下。我感觉我一开始在那个大蟑螂那边有点浪费我的补血，还在惊魂梦魇。我什么时候才出了这个医院呢？我在大蟑螂那边被他挂在脸上咬太多次了，浪费我一个大补血包。我获得了健康饮料。什么？奇怪，这个他们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在标示一些讲话的提示的时候，怎么这么难处理啊？怎么那么难点呢、啊？打不开它，等一下，这里打不开。前面那什么声音啊？好厚重的什么东西在旋转的声音啊？这是我来的地方吗？通风口的声音吗？轰轰轰轰轰轰轰！前面有东西 ，fuck！ 等一下，我用走的好了。这里吗？没扇门，我都要开开看吗？哦，兔子，兔子，兔子，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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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兔子会动哎，兔子会流血，不对吧？哎，等一下那个。好恶心啊！它是这什么声音啊？怎么咕噜咕噜呱呱的声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在隔壁房间有什么怪物吗？我受不了这个声音！天啊！我过去啊 ！fuck！ 一张椅子就把我堵住了，是要伸手进去拿对不对？我知道。可是这个是镜子哎，怎么感觉好像？异次元通道，这流血的菊花吗？观察，还要看吗？偷看一下吗？伸到里面我会死吧？不管了，我要试验看看。死定了 ！No！ No！ X！ No！ 哇！啊！拔不出来，拔不出来 ！Fuck you！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Fuck！好像伸进了真实之口一样，我还真的以为我的手会被咬掉了。外面声音是不是变得不太一样？我赶快离开这里。后面有蟑螂！哇呼！妈的，我这次会挣脱脸上的蟑螂了。赶快离开，然后赶快记录。有了进度就要赶快储存一下游戏。好讨厌那个蟑螂。那个蟑螂一跳到我脸上，我就开始流血了。我连怎么讲，瞬间把它拉下脸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都不能避免自己损伤吗？哟，你的兔子来了，约书亚，嘿 ，Rabbit， 混蛋，看我这边，我给你拿来兔子还被咬，还不赶快看我这边？这里啦，我就在前面而已，他在那边左右看个小。对啦，这是你的兔子啦，不是吗？还有分吗？主角脸好恶心。怎样啦？ Where are you going？ 这是在演什么啦？我给他兔子，他不要。谁可以跟我讲这是在演哪一出啊？你要跑，你也拿兔子在跑吧。我这么辛苦给你抢来兔子，你就这样跑了？那是电梯对吧？那是电梯对不对？耶，这算是可以前往下一个区域了，对不对？耶，然后我要记录一下。我在这边记录一下，我怕说我下去要是死了，就要重看一次约书亚在那边，又傲娇耍傲娇。怎么音乐又变得不太一样了？这个游戏的音乐怎么一直都在变化状态中？哎，什么？我可以不拿兔子的图画就跑吗？这什么意思啊？兔子下面那个是什么死人吗？什么鬼啊？这里堵住了对吧？门被卡住了，开不开？这里怎么那么亮啊？亮到有点吓人，怎么回事啊？后面有奇怪的声音，什么东西啊？我可以不要理那间房间，直接走人吗？什么声音啊？哎，说真的，什么声音在里面啊？是有什么怪物在里面，对不对？拿起，我又捡到一张画。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到底是捡到什么笑？这只兔子看起来正在水中挣扎，完蛋了！我等一下可能就要下水，对不对？什么？细微的水拍打岸边的声音，源头来自门外，这不可能啊！这里是医院呢，门后面怎么可能会有水什么的？按键，按键，按，让我下去，让我下去！哇，超棒的，我不用等电梯了。直接按了就下去了，过场动画。进去啊，电梯是空的啊，按按键啊。你是脑袋有问题哦，艾克斯，赶快按按键啊。他是哦，因为他不知道约束要跑去哪一层，对不对？我错怪你了，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是白痴。金属摩擦的声音啊，那不真的是那只三角头吗？尖头 ，SN 头，我的手电筒是不是有点破土啊？那块紫色的方块是什么？来了，他会爆门而入吗？哎 ，Oh fuck！ 做梦，你他妈的又在做梦！你他妈的又在做梦！我刚是在自己梦中死了，然后刚那把大刀就是那个 SN 头插进来的刀，所以说我现在才算入怎样？算怎样？进入本片吗？我前面都是在做梦，然后跟着约书亚屁股乱绕吗？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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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哪里？什么地方？Shover Green 啥小那个地名我还没看清楚了。敌人会被阿历克斯辨析电筒发出亮光吸引，把手电筒关闭可以避免敌人注意。哦，这个我懂了吧？哇，这里是 Silent Hill 吗？好像不对耶。主角好像是在两个地点穿梭了。这里不是 Silent Hill， 但是是一个其中主要的地点。怎样啊？下车了。Good luck, soldier. Thanks. Thanks. 这里是哪里？我刚地名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我应该会有路标可以看吧。Thanks for the ride.
看那个人怎么不回应的？而且我来这里干嘛？这是我家，对不对？哦，就这个音乐，就这个音乐，你们有听到吗？噔噔噔噔噔，好像是有 RPG 用过这个音乐。My house， 我现在要去前，因为我家里面，对不对？我想回家 ，OK。我想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打开自己的电视。你现在的目标可以在地图菜单找到。Yippee！ 耶！我有道具吗？健康饮料还是有保存下来，刀子还在，没有收音机、手电筒，好像都没有。没有手电筒、啊？不会吧？我只能回家了。哎呦 ，fuck！ 刚刚。卡车才开进来，马上就变成《Silent Hill 4》的断层了。哎、欸，我死了？不会吧？我该不会直接画面没了呢就死了吧？哎、欸，不对，他把我直接传送回来、欸，好有趣哦、喔！开不开？这里其他房子应该是锁死的吧？我应该可以这样子往前走，再往上。后面这个问号是怎样？应该不用去管，对不对？意思就是提示我说那边是过不去的，这边是怎样？已经有怪物存在吗？哎、欸，什么？哦、纸条，150周年纪念游行条幅，牧羊人溪谷啊，我这里就是啊，这里就是牧羊人溪谷，是我家嘛，然后我可能会在 Silent Hill 跟牧羊人溪谷穿梭啦，这两个地点吧。Shepherd's Green 是这样念吗？我不知道，管他的。两个盛大的日子，无论下雨或晴天，纪念日将在周六早上10点进行。美食游戏骑马特别邀请镇长做扣篮比赛，可带儿童入场。活动的海报而已，一点也不重要。哦、几乎战斗状态。飞骑医生的办公室。我出生前他曾住在这里，门锁住了，进不去。海报都可以看，对不对？一样嘛。我应该往哪里走 ？Finch， 这里是我每次只要有调查过什么东西，他就会记录一个什么声音啊？我调查过的地方，他会有记录上去的。不愧是 soldier。那里有铁丝网过不去了。哎、欸，进入世界了。我还没回家哎、欸，是什么？这地方整个就变成废墟了、啊，而且那个卡车司机才刚开走，这里完全就已经进入异常了。Alex， 哎、欸、，fuck you， Judge Holloway， 你想吓死我 ？No， you were home。我还以为艾克斯会直接转身一刀捅过去的。妈的，这军人也太不专业了吧 ？Holloway 法官。I'm not planning on sticking around for l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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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艾尔 I hope you get a chance to catch up with Elle. Elle 是女的，是我女朋友吗 ？She's still here. 对啊。Of course. 在说什么 ？You know how it is. No one ever leaves this place. 你在说什么屁话？什么叫做没有人离开这里啊 ？I guess. 走吧。Sounds so quiet. It's changed. 都死光了吧？我看。Yes.Not for the better, I'm afraid. You should go home. 回家看看妈妈。Perhaps I'll see you later. 奇怪，我觉得游戏中的 NPC 怎么 ？You look well, by the way. 身材都没有护士好啊！天哪！天哪！天哪！哎、欸，我拿到任务了，对不对？我想回家，回去找妈妈。妈妈，这个地上该不会有什么角落可以搜寻到补血的吧？有吗？我不知道。什么声音？围墙后面有啪的声音呢，我有听到。什么？大门封死，没办法打开它。曾经是孩子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湖上玩。通向码头跟船屋。哦，
加在前面，前面的那个路口就可以回家了。这什么？过不去啊？嗯？哦，哦，原来这是蓄力攻击啊！我现在会了，我懂了。又要进入剧情了，我应该到家了吧？这个位置，我家。Home. Feels strange to be back here again. 他到底是多久没回来了？进去看看，直接进去吗？没错。等一下，有狗洞哎，在干嘛？玩要不要？我现在的任务目的是要先回家，然后跟妈妈讲话，对不对？我直接钻狗洞进去，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了。我先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调查，好像没有。回家喽！啊，回家还要换地图哦。用一记重击杀死被击倒的敌人。我要怎么击倒他？我有脚可以踹吗？好像没有啊。Hello? Hello? Hello? That's strange. 妈妈，妈妈，爸爸，爸爸，妈妈。没有人在啊。照理来说，我老妈应该在这边吧。没有人啊，没有东西啊。我先把一楼搜索一下。这可以开。傻小，我什么也没按，怎么突然出现奇怪音乐？这是我父母亲跟我吗？还是我妈？我妈阿雷克斯跟约书亚？我不知道。打开看看，开不开？门卡住了。等一下，这边该不会卡住吧 ？Shit！ 什么钟停了？妈妈把所有事情管理的条条有紧，为什么她没有修这个钟呢？因为她懒啊，她不爽修啊。那扇门开的，我看到。观察，爸爸妈妈和约书亚，为什么我不在那里面？我知道我在那里。哎，对啊，这样说起来很奇怪啊，为什么阿里克斯都不在照片里面啊？所以说我是个精神病患，这只有一些周日，没有什么特别。所以说啊，我现在开始推测剧情。阿雷克斯是一个精神病患，他从来就没有住在这个家里过，这一切都是他幻想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我猜对不对？没有东西。观察，妈妈和约书亚的老照片，多年前拍的，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回忆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搜寻宝箱，把首饰拿去卖了。我是个坏儿子，妈妈的珠宝盒，如果我碰她，妈妈会很生气。谁敢生气，我就拿刀捅她。妈妈寄给爸爸的信，我还在海滨训练营的时候，她从不寄给我信。亚当，我知道你很快会回来，我非常想念你，写信给你我才能放心。所有东西都没变，房子变空荡荡，妈妈没有喜欢她。这个房子中都完全没有有关阿雷克斯的东西吗？什么地方？本兽？什么？我曾非常讨厌洗澡，我被放到浴盆里会折腾一番。没有什么可看。就是录音盒标签被撕掉了，我可以拿一下吧。磁带？那我还需要？我还需要录音机来放吗？是有没有那么古老啊？没有什么可用的东西，打开。这里好像没有记录点，对不对？意思说我不能记录了。哎，门突然关起来干什么？原本一张我的照片不见了。全家福，小镇节日照的。人们只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没错。托卢卡湖的岸边，完全没有阿雷克斯的照片，真的。我看到地上有个亮亮的东西，这是我的房间对吧？参军，不对啊，还是这老爸的房间啊，锁住了，好多标本啊，做标本是我的兴趣还是老爸的兴趣？这到底谁的房间啊？书架
破旧不堪好像有点特别。什么？可以点呢、欸，好有趣哦、喔。在干嘛？这是干嘛？点这个是干嘛？我可以，可以移动。哦，哦，原来如此哦、喔。我滑鼠点着它，然后再移动滑鼠就可以动了。无敌开关，无敌密道。有死人冲出来没有？这是我老爸的房间吧？好多照片哦、喔，没办法调查。总是把我们的玩具用这个柜子锁起来。我可以开吗？不行。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好战友一名。哇，游戏时间30分了，我能不能记录啊？天啊！回忆中。哇，谁啊 ？God, what's your problem？ 耶稣啊，突然大叫，做噩梦了吧 ？I had a bad dream. Never mind. Never mind， 都是假的。耶稣啊，眼睛有点可怕，死鱼眼。哎、欸，我手电筒一直都带在身边嘛。这个手电筒从小就跟着我吗？不，不，不要把我给约书亚！不。Thanks, Alex. Thanks, Alex. 哎、欸，这个手电筒怎么都不用充电的？约书亚眼睛好恶心。真小。音乐突然不见了，是怎样啊？观察，蜡笔画的我们家地图。我在家里还要地图，这是哪一座不知名的城堡吗 ？Secret， 欸，下面是什么？有海吗？我看到有一个 Secret 是秘密区域，对不对？不是我在说，我家里地图也太大了吧？太夸张了吧！天哪，快给我记录！不能开。哎、欸，外面在打雷了。不过今天下雨，阴天，好凉快，好赞哦、喔。哪有钥匙啊？在垃圾桶里面吗？没有啊。我现在找钥匙就对了。而所有房间我都搜索过了、啊。是要照着地图走去那个 secret 的地方吗？我是在哪里？我在这里吧。哎、欸，锁住了，有楼梯下去。这个楼梯是哪里啊？那个楼梯是哪里啊？这里吗？不对，这厕所靠。东西，我要记录点。天哪、啊，我不能随时记录吗？它有自动记录吗？这个游戏有自动记录对不对？哎、欸，发生事件了，什么鬼啊？家里面有怪物冲进来吗？而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呢、啊。有，这是什么？拖行的痕迹，有一条黑黑的。阔鱼吗？什么东西啦？好明显拖行痕迹啊！那个不是拖进家里，是拖出去啊！哎、欸，谁啊？我妈妈吗？耶、yeah. ，妈，他是怪物，他已经变怪物了。不要看他的脸，不要看他的脸。哦，蛮正常的嘛，靠！妈，那地下为什么会有那什么水痕吗？水，它是怎样啊？天哪 ！Alex， what are you doing？ 虽然这是三年前的游戏，可是这个脸也太恶心了吧 ！Discharged， 医院出来。In the hospital for a bit， but I'm all right now。疯子阿雷克斯。You've been gone too long.
Where is everybody? Where's Josh? 消失了。I don't know. 变成恶魔了。Your father went to look for him. Huh? But now he's gone. Everyone's gone. 我觉得这什么牧羊人村庄根本大家都疯了。嘿，赶快把他枪抢过来！我要他的枪！干嘛后退啊？把他枪抢过来啊！你他妈居然做假的！他已经是个疯子了，而且他的皮肤看起来像死人一样。天哪，这是活尸吗？抢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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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I had this dream. I just have a feeling he's in troubl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find Joshua. 约书亚是不是卡在 Silent Hill 里面了？而且这妈妈真的有点诡异了，她变得完全没有正常人的感觉。傻小 ，What was that？ 傻小 ，The basement。啊，地下室就是那个写地图上面写的 secret 的地方啊。哎，我妈妈看起来好像个怪物。我的画面左上出现那本书本的图案，是不是就代表说有自动记录了？所以地下室我可以留到下一集再继续玩哦。而且那个地下室在地图上面是不是有水的符号？意思说地下室一个积水的区域。完蛋了，我最讨厌水区域了。可是那边有一个什么 secret 的房间需要去寻找，钥匙可能在那里面。我再跟妈妈对话看看。I don't know anything else, Alex. I'm sorry. 哦哦，只是跟他聊天一下，他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了。OK 了，开始了。我感觉我回家根本是，这到真的是我家吗？完全没有我的东西。而且妈妈，这真的是我妈妈吗？我这样开始怀疑了。这是活尸对吧？好诡异哦。OK 了，那我们下一部的《沉默之丘》再见，拜拜。